怎么样，我的私人泳池？哇，这么大！想不想下去游两天体验一下？算了吧，我没泳衣。拿过来，噔噔，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所以今天我就和我妈一起给你们拍一组泳池大片。那摄影师呢？呢？我真的好想逃。今天就穿这好吧，穿这款也跟我妈妈比较搭一点，穿这个就会很奇怪。真的好看吗？我今天其实穿了一个围巾带，因为这样才会显得我这里更圆润饱满，会好看很多。穿和不穿的区别谁懂啊？这款扯不掉围巾带真的巨好穿，它里面给我做的是一片是黑科技防滑面料，越出汗它反而还扒得越紧，还不勒。现在我先当穿这个下去给你们游两圈，看看它到底会不会掉。因为我不会游泳，所以穿个游泳圈。全程加速不减速，让我们看看他到底会不会掉。真的太牛了，一点没有掉下来，求你们都去给我冲吧，效果太好了，一点都没掉。这个是我穿了实实在在两个月我才敢给你们上车的，跳舞健身蹦迪都在穿，就这样去扯它都扯不掉，灌两瓶水随便跳它都没有滑一下，起过也晒过，还是一样防滑不变形。它这款做的全都是一片式无痕的面料，穿紧身衣配它真的是可以完全看不出你穿了内衣的痕迹。哎，它还送三根带子，一根用来加固防滑，两根同色系内衣肩带，它可以是抹胸也可以是普通内衣，看到多好看，这里还带有一点点小镂空，既透气又有一点点小性感，内穿外穿都好看。前两天我这个一上车就被抢没了，夏天和我一样爱穿抹胸吊带小裙子的，赶紧去左下角冲它，旗舰店要169一件，我左下角现在只需要59.9就可以把它直接带走，它有三个颜色，黑白两色，直接闭眼入就完了。他们没多少现货了，抢完就没了，赶紧去冲吧。哇，我妈已经开始在游了，老妈，好不好玩？我来了。大大雨，好天哪，还在游，好大的雨啊，好快乐，好厉害啊，真的会游，我们来比赛，开始，我赢了，第一回合，幸福的耶，我们是姐妹花。